照片吗？有，我拍了。深夜时刻，大批人马和车辆通通聚集在派出所门口，三辆车将警车都挡住了去路。我听到嘣一声啦，啊，我就紧开门看，已经下来，已经开始在砸车了。用球棒，哎呀，都在派出所。对啊，嫌犯自己直接送上门，完全不顾车上还有毒品和刀械等犯罪事证跟犯案工具，就在警察局门口为了寻仇打起来。当时有李姓男子驾驶的 BMW 轿车被对方两部车围堵，直接把车开到派出所门口求救，没想到嫌犯照样追上来挡住 BMW 的去路，接着就砸车伤人。派出所内的警方也立刻出动，辣椒水、齐眉棍通通拿出来，把这群嚣张的嫌犯制服。现场查扣有信号弹及刀械、棍棒等证物，其中两人系毒品通缉犯。根据了解，双方疑似为了毒品纠纷，其中一方被追车寻仇，一路把车开上高速公路，但对方还是紧追不舍，最后决定把车开到派出所求救。只是没想到，嫌犯照样在警局门口动手，最后十个人通通被逮，被依妨害秩序、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移送法办。华视新闻连线翁秋华、许金一，高雄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